大家好，我是吴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小镇惊魂》。这里有一个玻璃，是不是？这是玻璃吗？看不到人的玻璃耶，有点恐怖。哇，这个玻璃太恐怖了，还是只是木板而已。有一个床垫，正在走，走不上去的床垫，哇，太恐怖了！这个床垫实在太恐怖了。手机在响哎，感觉好恶心哦。这是谁 ？Lina。Ira。We're all dying waiting for you to get here. Thank God, Linda. Where are you, right? 这个手机画面怎么了？哎，这是什么？录影模式。哎呦！哎呦！我们可以开门吗？哎，可以。我们走出来了。哎呦，这是什么小镇？哎，这里有一个女的，好像中邪一样。你有没有问题？哦，我的头，我的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忽然变这么暗？拿起手机啊！你在搞什么？怎么忽然就变晚上了？哎，刚刚的人呢？哦，没有，没事。这里好暗哦，暗到不行哎。这是狗屎吗？哦，不是树叶而已。哦，是海豹。这个海豹透着不明的光芒，有没有？哇哦！哇哦！最近都流行这种吓人模式吗？哎呦，所以我不能看着它哦。它为什么要连续吓我两次？转过去。哇！没有。我为什么要走这里啊？它就在我旁边呢。呀，这个女鬼是干嘛的？出来专门吓人的、哦，然后也不打我，也不杀我，好讨厌哦，讨厌的要死。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女学生在这，她面壁思过哎，她在一堆毛的地方面壁。哎呦！哎，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我们就这样打输了。哎、欸，下面有东西在哭哎、欸，有人在哭，这是真人还假人啊？先照一下，把你哭泣的脸庞照下来。我在听你哭啊。I can't leave this place. 哎呦 ，You're the only one who can get out of this place. 现在竟然没有中文翻译耶。You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Take this key and leave. No. No. 他叫我离开哦，拿了钥匙走。啊、等一下，等一下，他在笑嘞，怎么又哭又笑哦、啊？你发现了神秘钥匙，我们要走出去喽。我们有神秘钥匙喽，门已开启，感觉外面就有问题。可以，那里有一盏蜡烛哎，没事在。哎呦，哎呦，哇、哦，搞什么啦？你看，我已经训练到一有紧张状况就要拿出手机。他们来了，拿出我手机。下次要打多少次？根本就不行啊！哇、哦，它碎裂了，终于打死一只了。这是锻炼拇指吗？这个游戏太好笑了、啊！要按这么多字哦？还是没有？找到了！等一下，它会不会掉下来？哦，果然掉下来了！哎、欸！哦，第零章结束了。哦、这个动画感觉好恶心哦！可以不要这么靠近吗？哎呦，这是我们女主角，不是什么鬼东西，好不好？
Typical girl time. 大家都来。Hey guys, we're about to check out the inside. 当然不要啊！你在讲什么废话？等一下，Maybe、他在干什么 ？Okay, you're lost. 他就这样打我一巴掌。Hey, where are you guys running off to? You two, stay here, okay? Where are we going now? 他叫我们在这边等、欸。I so need a massage.感觉好恐怖哦。Hold on, they've been in there for a really long time. 他们都还没出来。We should probably go check on them. 已经晚上了，晚上了才要进去，为了什么？这太暗了吧？先照一张了。太恐怖了吧？这一定有问题。这个吓死我了。连续攻击，连续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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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啊！他这么喜欢照相，就自己等下照，哪有照几十张都不会死的啦！这样我们怎么玩下去了？玩不下去了啦！恐龙就是有那只女鬼啊，打不赢的女鬼！哎呦！打死我都不要打！赶快跑，赶快跑！哦，哦呦，那女鬼忽然出现，实在会吓！哦，好不舒服哦！哦，我不行了。不玩了啦。